韩国 Wedding 音乐剧香港免费睇，个个唱得跳得又演得，每人都识玩一种乐器。他们就是红遍全球的韩国音乐剧《乱打》导演的另一新作《Wedding》了。去年三月开始公演，已经获得世界级好评，首次来到香港演出。Wedding 一句对白都没有，靠音乐和动作带出故事。거기에춤이있고노래가있고코미디가있고비슷할것같다그래서모든어느나라비슷할것같지않아그나라사람들과소통하지그리고결혼식이라는거는전세계어디든다있잖아요형태가좀다를뿐이지그렇기때문에서로공감대를형성할수있기때문에우선모든배우분들이에너지를엄청쏟아내시면서그음악을다표현을해주세요그동작이랑근데중요한점은그음악이이제세계어느나라사람이든다들으면아시는곡能够成为剧团一份子一啲都唔易噶。연기를하는친구들악기를갖고있다는거죠그래서트레이닝기간이되게길어졌던이유도있고그래서이친구들은정말너무몇백대1의경쟁률에서뽑힌친구들이고기존에서뮤지컬이나활동했던친구들도있고네그래서다조합을해서연습시켜서올렸습니다分成红蓝两组嘅，咁每组都有九个人，而今次咧喺各组都派出几个代表嚟到香港演出噶。喺韩国睇佢哋表演要290-430元港币不等，依家免费喺香港演出至4月6日，追随韩流嘅你唔好错过啦！想去玩？全球400间航空公司同26万间酒店俾你慢慢拣，上 Expedia.com.hk 或者手机 App 都得噶。